谁啊？出来，出来！马德旺呢？在屋里呢，睡得正香呢。那好，带我们进去。我带你们去。没人，人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上当了。臭婊子，你敢背叛我啊？原来他已经知道了。贱人，我马德旺对你那么好，你还串通游击队来杀我。好啊，你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现在就让你跟那帮游击队一起上西天。哈哈哈哈，不许动。队长，我果然没猜错，你是设下了圈套等着我们钻的。不要帮我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哼，队长，怎么处置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好嘞，队长，你这招太好了。对，你放的炸弹我们也不能浪费，让你自食其果。不要，不，不要啊！玉兰，你救救我！各位，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子对我！我发誓，我再也不当汉奸了。你们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！切，叛徒、汉奸，你的话能信吗？饶了我吧，饶！走！玉兰，救我！玉兰！别走大门，翻墙走。走。全部下车。这里包围起来，一个人都不能放出来。
有今天啊！把他带过来，来。帮忙上锁，抓住一个。嗯。